皇上点咗我做阴差大臣啊，要我押运粮草去西北俾连将军。我谂咧，御茶事房啲工作咧，你交低定好啲啊。万一你翻唔到嚟咧，喂，有冇人帮你办定生后事噶？我有火光噶。我哋俾敌人突袭，佢哋用火箭烧我哋啲粮草啊！搞错啦！身为阴差大臣，你办事不力，按照军法，你应处斩。